以下这些食材呢，大家可以补充一下，它是每100克的锌的含量。我们来分享一下，第一个就是洋菜有60毫克，第二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牡蛎，牡蛎含锌量有 15.5 毫克，第三个是小麦胚芽有15毫克，第四个呢就是南瓜子有 9.4 毫克，第五个呢是干木耳有 9.1 毫克，第六个是蛋菜有 6.25 毫克，第七个呢是腰果有 5.5 毫克。七样的食品可以让你好好的补充锌，提升免疫力，健康饮食是王道。